有一種澱粉食咗會瘦噶。好多人咧都好怕食澱粉質，因為驚肥嘛。但係原來有依一種澱粉咧，係可以改善脂肪代謝啦，控制個血糖升高啦，令你有飽肚感，同埋促進腸道嘅蠕動，咁可以加強排毒同埋清宿便。呢一種咧就叫做抗性澱粉啦 ，resistant starch 或者簡稱 RS。佢咧係一種唔會俾小腸消化嘅澱粉，咁入到大腸咧又會發酵啦，變成短鏈嘅脂肪酸啦。咁功能咧就好似膳食纖維。即是说它是一种没有热量的淀粉来的，是不是很正呢？那到底在哪里可以吃到呢？雪柜入雪柜的冷饭，冻了的薯仔，没有煮过的豆，哈哈，那怎么吃啊？不过原来最好是在从未熟透的水果那里吸收，因为天然形态的抗性淀粉是最优质的。而我们的新产品 POM 100% 全素植物元气丸，就有来自澳洲昆士兰很罕有的香蕉品种，叫 Lady Finger 的青香蕉皮的粉末，就有这个天然形态的抗性淀粉，而且粒丸还有齐七种维他命、七种矿物质、维生素 P、氨基酸、DHA 等28种的丰富营养。如果想 keep fit 健康，吃这一只淀粉就对了。